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带大家看一看 BBCC 计划下的 Lucentia Residences。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Lucentia Residences 的 Type D， 它是一个859 square feet 二室一厅的户型。首先，我们来到了它的大门口，大门口一进来就是它的客厅，客厅的样子一览无遗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，旁边是一个 kitchen island， 它还有一个嵌入式的插座。早上可以在这里办公 ，work from home 嘛。晚上呢，可以和你的爱人共度晚餐。那么吃饱饭过后，我们可以来到客厅，坐在这里享受二人世界，看看电视。再不然，我们可以去到阳台，把 KL 美景尽收眼底。来，我们看一看它的 master bedroom。这个就是它的 master bedroom 啦，它的大小对我来说刚刚好。Master bedroom 带有两个橱柜，一个给你，一个给你的爱人。这个是 Master bedroom 的厕所，拍一拍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间 bedroom， 还带有一个橱柜。第二间 bedroom 的旁边有一个类似于 store room 置物空间，下面是给你放烘干机还有洗衣机的地方，旁边就是我们第二间厕所。这个近乎完美的房子现在仅仅剩下28间，而 fully furnished 家具齐全的单位也是特定的单位才有。你需要的家具应有尽有，只需要拿一个行李箱进来即可入住。工作压力大的时候，只需要用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去到隔壁的 Lalapo 商场大买特买，或者去到我们的 Entertainment Hub 寻寻乐子释放压力。那么晚上呢，凉风收收吃饱饭，你也可以和你的爱人去到我们的 Gourmet Street 或者是绿意公园走走。BBCC 总共有三个不同的交通转站，分别为 Monorail、LRT 还有 MRT。在这里需要的都有，哪里都能去。BBCC 就是一个大城市，而 Lucentia 就是你的避风港。Type D 的户型现在仅仅剩下28间呐、啊，那么只有特定的单位呢才有 Fully Furnished 家具齐全。那趁还未售完之前呢，赶快联络我们 BBCC 的销售员，或者是在 WhatsApp 里面知道更多详情。每月只需4100令吉，就可以在 KL 市中心有一个立足之地。BBCC 的 Lucentia Residences， 你心动了吗？